腰乐团招牌歌曲一下，全场变成大型派对，员工在台下蹦蹦跳跳嗨翻了。和硕21号举办团圆日尾牙晚会，更邀来天团苏打绿现场。优美的歌声让全场听得如痴如醉，员工高举手机拍不停。这次晚会席开超过800桌，共计8000多位员工参加，现场总奖金超过1.6亿元，堪称电子大厂最大手笔。表演嘉宾还邀来王若琳和乐天女孩。李多慧也到场同欢，卖力热舞，笑容融化粉丝，更不忘大跳动画《我推的孩子》主题曲，让员工大饱眼福。而董事长童子贤致辞时也表示，营收已连10年破兆元大关，期盼今年业绩飞龙在天。共同执行长邓国彦则表示，集团不会撤出中国，加薪也会比同业好，不会让员工失望。TVBS 的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